你说你喊啥呀？咋快？我还给你分一个。你咋就不知道着急呀？你急有啥用啊？咱家鱼塘快到期了，你不看乡长小舅都急了，他非得要承包。这么大事咱不找乡长说说能行吗？你既然到期了，我看人包谁你也管不着了。你看咱那最后争取争取呗。你要争取你也不能这样争取，大过年的你就带两只甲鱼，那玩意拿不出手啊。要依着我这两只甲鱼都不带，现在都不实行送礼了，都讲究用感情沟通，你知道不得？咋沟啊？用语言呗，说好听的。那完了，你是比我，让我玩鱼塘行，你让我玩语言好有一比呀。比啥呀你又？比这瞎子杵子去南极根本找不着北，脑血栓练下叉根本劈不开腿，大马猴子穿旗袍根本看不出美，你让潘长江去吻郑海霞根本就够不着嘴。你整些没用的，你就一套一套的，是不是？听我的，我就怕见领导。你领导你怕他干啥呀？怕那乡长官老大了。听我说，进屋咱先别着忙说事儿，听不听着？咱卯劲给他戴高帽，唱赞歌，多说几句拜年嗑，只要乡长心一乐呀，兴许就沟通的差不多啊。不行，你进屋瞎戴高帽，人就给你乐。那咋的？别说他乡长啊，你就是大总统给他戴高帽，他都乐，戴高乐嘛。啊。到了。到了。你敲吧。敲吧。你敲吧。哎呦，回来了。哎。你。我是你老姑。老姑。哎，原来咱俩一个谱子，父老乡亲。嗯、小米饭把你养大，胡子里长满故事，想起来没？那你是哪家的呢？老高家，把头第一家，三间大瓦房，我爹高满堂，外号高大毛了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这是我老头儿，高大毛了，高大毛。他爹是我老丈。那啥，要是在我这论呢，你还得管他叫老姑父呢。快来认识认识。老姑父你好。整反了，还管你叫老姑父。你不求人办事儿吗？进屋，乡长。怎么个老姑呢？吃饭啊，坐吧，坐哪儿？坐炕上，坐吧。你这吃饭呢？啊，吃饭。还整的挺艰苦啊。坐吧。怎么的？有事儿啊？不是，你说那啥？想起来了吗？没想起来。你这孩子，你上中学那年啊，老姑还去了呢。是吗？给你买个花书包，临别时送你上路，你回头跟乡亲一摆手，当时老姑那心呐，默默无语，两眼泪。耳边响起驼铃声。哎呀，这歌词我想起来了，那个你俩还是没想起来。你都光说想不起来，这一晃多少年了？你上中学那年我20多岁，这一晃我都50了。你说我56。谁问你了？我属狗的吗？我说没处看去，这20来年没见面，人家蹭当乡长了，上哪说理去啊？哇，说啥呢？那说啥理？人家范乡长天生就是当官材料。对对，班长你忘了、啊、选你那天我去，我村代表呢。对，那天忘了，哇哇下大雨啊，那一天阴的，就听咔嚓一个炸雷，范县长诞生了。是啊，打大雷了。听你那意思，我是那雷劈出来的？呀，乡长，不是啊，乡长那可不是啊。他那意思是说呀，劈雷一声震天响，来了小范当乡长，领导能有那个命的。完事儿，说这话干啥？那雷也真响。不是，你们老二位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
有事就说，好不好？啥事儿啊？你说乡长这一年的事儿真多啊！为咱们全乡啊办了多少好事儿啊！啊，从普及科学种田到开发粮食项目，今儿个去银行，明个跑科委，真是操碎了心，磨破了嘴，这身板差点没累毁啊！还给寡妇挑过水呢。那个吧。那都是小事儿啊，大事也有啊，大事。大事这一年干老了，香港回归，三峡治水，十五大召开，江主席访美，这一年把你忙，这不是他干的。那不行啊，他得负责发布精神呢。对，你一发神经，下边全干疯了。那可不，我发什么神经呢？我发精神，发精神。你们有事就说事儿，没事我吃饭了啊。这样。乡长啊，没多大事儿，也是小事儿。是，这不是来到年了吗？我跟你老姑父合计啊，你说咱那范乡长把咱们全乡领导的这么好哈，在县里都排上名了。你说我俩呀，代表基本群众来给范乡长啊拜个早年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衷心祝愿乡长年年健康，岁岁平安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永远活在人民心中。你们干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啊，这大过年怎么整出这词儿来了？那你们有事说事儿，没事我还有事儿呢啊。这样，那就是你咋给排挤了？你说，你就待着吧，说事儿呗。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待着，我说事儿吧。范乡长，啊，我俩有事儿来求你来了。还是有事儿，快说事儿，什么事儿？坐下说。有事儿，还是说吧。啊，说事儿。范乡长啊。昨天你小舅子到我家去了，干啥去了？去了，给我们俩下了最后通牒，说啥不让我们俩养瘪，说这事要不答应，就把母王八捞出烂个放血。放血啊！乡长，我跟你说，你别来气啊！你那小舅，你得管呐、啊，你小舅对你影响不好，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上人家去了，去了，去人家一进院儿了。我高婆婆给我闷俩王八，完了你给闷上了吗？这喝一斤多酒，那话说的没事。哎，这时候正在俄罗斯谈判，那要买一艘航空母舰，说赶快给我们腾出一趟回来，好抓紧时间训练。说在俄罗斯找个对象，老丈人是军方大将，说给他拎回两颗原子弹，掉地下摔响一个都没赔上。这小子什么玩意儿？乐了，乐笑了，哪句话乐了？谁、哎？我打听一下啊。你是不是那个养鱼大王赵老蔫儿啊？正是陛下。哎呀，那我对上号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挺有惊动。都认识。我养多少年鱼了啊？乡长啊，这不我俩来问问，我们的鱼塘下一期是不是包给你小舅子了？啊，这件事儿啊，这得等过了年儿，由下一任乡长通知你们。对。啊，你就告诉我们。就是。这不是刚开完人代会吗？我已经不是乡长了，来来，坐。你下来了？下来了。坐下，老婆，来，坐吧。完了，坐。下来了。咋的，腐败了？不是，是这么个事儿。那个，不是，下不下来我们不管，是吧？你今天告诉我们，这鱼塘下期究竟包给谁了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过了年你就明白了。行，也别过了年了，这不搁这明摆着吗？还用过啥年啊？指定是包给你小舅子了，是你俩合伙包的。我说三胖子呀，这玩意儿，我小名叫三胖子啊，我叫狗剩。不是啊，我说不再是咱们老乡，你真是不够意思啊！你说你当乡长你露够了，临下来之前把你小舅子还安排了。我都不是说你，就像你这样乡长把你撸进来犯罪了。这样我那干啥玩意儿？啪啪啪啪，你样，你既然咱这大侄儿从乡长一下变成三胖子，就不要当头再给一棒子，是不是？你是咋的？你下来更好，是不？这个时候正需要安慰。没事，想开，无关一身轻，哎，是不？这一生谁不犯错误啊？错了就改啊，改了就犯啊，犯完再改，完再犯再改。
你正经得折腾几番才是好同志呢嘛。没事，哎，行，来，大姑父跟你沟通沟通，咱爷俩整两桌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想开一点，这玩意儿怕啥呀？痛快，你下来了，我就不怕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，你这心咋就这么大呢？来得了，那来钱大都让人堵死了，你还有心思喝酒啊？现在你就是给我们喝云南白药，也无法弥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。回家。不是，管不了你了。那活的你这样，你这啥咋的？啥好事都可你一家，地球非得为你转，你是太阳啊？那说那些臭氧层有啥用啊？他小舅子能养鱼啊？那不败坏人吗？不养鱼学呗，我天生就会啊，这玩意儿好养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小舅养鱼不会，你问老姑父。哎哎，鱼这玩意儿养起来，特别是养甲鱼，那不比你当乡长所挣。是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我给你带两条。嗯，这我听说你下的，我也赶往上拿了。嗯，这玩意儿，嗯，怎么能长？长得快，啊，利润最高。嗯，就是养甲鱼。是，关键是饲料。来喝酒。吃啥？喝酒，来来，喝酒不行。喝酒那就完了。不是，我说咱爷俩喝酒。啊，咱俩喝酒。来，哎，你给甲鱼喝酒。嗯，哎，我问，哎，电话来了，杨姐，我给你接，从哪儿？哎，拿着贵姓找谁干啥玩意儿喝酒呢？啊，干啥呀？你打错了，咱不干了，养鱼了。嗯，你以后别打这那电。他非得要找你，快点快快，咱完这，我那喝酒呢，你快点坐。哎哎，是我是我是我，哎你哦，啊马上报到去哈。哎，你们先不要管我叫县长，等报完到你们随便叫，啊。好好好，哎对，是是是是。哎哎哎，不是那，哎我跟他们说话了，跟他们说话了。哎没事，啊这边，哎好好好好。哎，没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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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闲着，你放心吧。谁知道你放哪了？哎，是是是是。哎，没错。王传喜讯，人又生了。是。咋整？好，就怨你。我刚才说不让你来，不让你来，你别来，来吧。对对对。我叫你耗子给猫当三陪，你挣钱不要命了。你怨我呀你？我不怨你，怨谁？怎么整？就刚才你，啊，我刚才是不是上炕了？你上炕了？是不是喝酒了？对，你吃人家菜了呢。完了，这咋整呢？咋整啊？哎，回家呀！啊，那甲鱼还在屋呢。瞅你那样，还够甲鱼的。哎，赶紧来，别给你留吃吧，这玩意味儿太好。这玩意儿能吃吗？快，穿上，着凉啊，着凉，快穿上。哎，来吧，进屋吧。我们不包了，进屋吧。那鱼塘不包了，进屋吧。我们真不包了，现在我们就回去扒窝棚，把王八捞出，那个放血。哎呀，你咋这样呢你啊？不包了。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下一期鱼塘还有你们继续承包。那不可能，刚才在屋里问你都没说。不包。不包了。我为啥在年前不想告诉你？你说我那个小舅子，他包鱼塘，他是那块料吗？我怕你们传出啊，将来啊。他非闹得我不可。老姑啊，我也忙活一年了，我也想过个消停年呢。老姑，那过了年他不照样去闹腾你吗？他敢，过了年我上县里上班了，乡里都换新领导了，他闹到谁家？没事，哎，闹就收拾他。对，来吧，进屋。说啥好人，太谢谢谢谢你。上午吃点饭去。不了，那个这回你老两口子放心了啊，来吧，把这东西带着，行了，那个我也该报到去了，好不好？给你拿，别，拿回去啊。好，老姑再见啊，再见老姑父。我告诉你，跟你没完。